我代表中共中央，向参加全国两会的女代表、女委员、女工作人员，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，向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女同胞、海外女侨胞，致以 节日的祝贺和美好的祝福。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！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。